烧旧手机，报废手机。严主任，哦，办事处的资金太紧张了，换几把刀吧。手机换盆，换剪子。我觉着被严主任坑了。不能，他在暗示我们要报复。我是阿七，把鬼门关24G的端口帮忙接通一下，接1970年啊、哦，我一会儿过去。好，记住不要改变历史进程。哎，赊刀吗？纸记账不收钱，等到彩礼几十万，房子上千万，农村没有年轻人，城里光棍一大片，大学生工资不及农民工，再给我们钱，这个数。耶，这太可能了，应该说啥规划了？来吧，刀我收了。哈哈哈！赚了赚了，一会儿收钱去。我把你们的手机卖了，值一顿冥币。